我是个练武之人，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一定要站出来。这个故事系列已经跟我走过11年，叶问是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，我们的尊严受到挑战，我们怎么站起来？ 这个是叶问的意志来的中心，因为他演了3次了，他一着咗嗰套长衫就好似变咗叶问。在动作上面，我比较更加稳定，比较老练。我是闽南的功夫高手嚟嘅，春大战太极这场戏整整拍了将近10天的时间。 单手跟单手对打，这个是叶问前三步从来都没有的。好看。跟子弹、金弹系好重要嘅一部分。每一次佢都会有好多好好嘅意见。Hey, I gotta go. Otherwise, my hand is damn. I don't want to turn and then have to kind of wait. The time is off, right? 自己以往演这个人物的经验，琢磨这个人物的思路。 1, 2, 3 能够有塑造这个人物出来的，不容易。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。我觉得演员能够演这个人物4次那么多都是幸运。我今天再发觉，已经完完整整喺度演。